我这里有一个魔方，据小鱼儿与花无缺记载，把魔方的六个面全部拼在一起之后，就可以打开它里面有一个叫移花接木的武功秘籍。在七星连珠的夜晚，用它可以把天下杀的只剩居民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可以还原这个魔方。看看，来试一下，左一圈右一圈，左两圈右两圈，左三圈右三圈，发现根本就打不开。但是呢，还是这部电视剧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里面有一个叫江玉燕的人，他说通过唱歌的状态下来打魔方可以把它打开。那我们来试一下。你爱我呀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你爱我呀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发现也不行啊，不管用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本来就想着从网上看看有没有可以把它给解开的方法，结果呢，搜到了都说要什么公式，比如还要把每一个颜色给弄成一个十字架，这也是挺难过的呀，十字架我也弄不出来呀。那就没有更简单办法了吗？我就想着有没有相关的 APP 呀，可以把它给还原的。我去百度上搜了一下，还真有。最新眼保健操现在开始。啊，这是我电脑设置的每一个小时休息五分钟做眼保健操。关了。然后呢，说到哪里了？啊，就是说我就搜有没有这个软件，发现还真有。于是我就下载下来了，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行。小爱同学，打开魔方学院。打开了，来看一下。先点击这个快速还原。然后找到这个情况，上面是蓝的，上面是白的，左边蓝的，右边是橙的。就是这种情况。遇到这种情况之后，我们就是开始按照它的来点击这些颜色，然后这三个都是蓝的，然后就选蓝的。而且上面呢，你没上面还有数字，它的中心色已经上去了，你只能选择其他的这个颜色，总共是八个，加上中心色是九个嘛，你每选一个上面的数字就会减少一个。我们来一个一个来选一个，然后我们来选一下橙色，红色，两个白色，然后上面白色，红色，绿色，蓝色，黄色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慌又慌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会不见，我要慢慢冒险。色，中间这个是橙色，现在弄完了就可以点这里一个勾，好，等它分析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按照它的来还原了。这是这个角度，对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来，点击下一步，上面转一圈，这样转完了，这样再转一圈，好，转完了，这样转一圈，好了，然后再这样转一圈。其实这个都是益智玩具，锻炼脑子的，像我们这样不起任何作用，纯粹是在作弊。这样，这个方法真的不可取。这样转，这个样子吗？不对呀，它是怎么转的？它是摆在这面，
怎么说的呀？这样吗？哦，对，这样，哦，这样，这样。我怎么和它不一样呀？看一下。啊。哦，这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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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弄啊？我没有这个角度了呀。这样。哦。这样。这么麻烦呀。这样。哎，下步我也会了，这样转了多少步呀？这是还原了，还原了，好麻烦呀！这是弄了多少步呀？我也没数。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让我自己拼，那就拼一年也拼不出来呀。我只能把它拆开，然后一个个的安上去。太难了，快充电还有92%的电了。还原了，好玩吧？哎，怎么不见了呢？算了，不要了。